尽忠职守的牧羊犬，帮助牧民节省下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有他们在，数百头羊都被管理得井井有条。他们不仅是牧场内的管理者，更坚守着保护羊群的职责。若是有猛兽来犯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出击。像这只猎犬，在围栏外遇到郊狼，直接与之展开拉锯战，说什么都不让它进来。成群结队的郊狼若是溜进牧场，手无缚鸡之力的羊儿根本就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，到时候农场主的损失将会是惨痛的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牧羊犬直接拿命来拼，看得主人一阵感动。最后狗子也是顺利跑进农场内，摆脱掉了郊狼的围攻。而在这边，三只牧羊犬在巡视农场时发现了野狼的气味，他们沿着气息一路追踪，来到了牧场附近，锁定野狼的行踪后直接包围上去。好在这是只落单的独狼，但即便是如此，狗子也不敢小瞧他的实力。三只狗狗轮番上阵，展开车轮战，耗尽野狼的气力，然后对他进行锁后，再按在地上撕咬。眼看到野狼挣扎的气息越发微弱，农场主及时补枪，省得他白白承受后面的痛苦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受过训练的牧羊犬实在是太给力了。